原本的柴房我做成了酒窖，安置了上百坛好酒，晚娘可以随时享用。还有原本的房间是晚娘用灵力在照明，现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我都放了夜明珠，晚娘可以安心入睡，也可以随时把玩。但是这一切晚娘都只能与我一同享用。晚娘可愿意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心悦晚娘，我说过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无论是天上弯月，还是深海明珠，亦或是……我身上的爱别离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这你都知道了，那你……我不在意。我要你身上的爱别离，不是要伤害你，是要救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我说了，我不在意，我只想成为晚娘很重要的人。不，是最重要的。晚娘，可以吗？咫尺时还不敢生长，远在天涯才让思念疯长。第一次意乱心慌，想在深渊万丈等一点光芒，在遇见你时都被点亮。